今天给大家唠唠魔咒鱼啊，这个武将牛逼了，新杀的魔咒鱼。没想到新杀在出五周鱼之前，先给咱整了一个谋系列的嘟嘟。这个嘟嘟我很难评价，玩起来确实很爽，羽扇纶巾，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啊！玩这个周瑜，那刷个铁索连环在军马场里面简直就是乱烧，不跟你讲一点道理。原话也挺帅，英姿飒爽的。经典拔剑拔一半啊，虽然说我觉得比着 online 的这个雄姿英发的皮肤差一点啊，但也还算是上等的插画，确实很有火烧赤壁的即视感。这个周瑜还是一个四血将，那设计上四血很明显就是为了致敬神周瑜啊。但是我也不管你致不致敬了啊，皮肤好不好看，反正不妨碍就你设计的这个技能依旧很烂啊，有点魔荒中的感觉啊。咱们看某周瑜四血两技能，一技能熔火锁定技，你使用火杀，火攻的伤害值改为 X，X 为全场势力数。就现在三国杀这个基础的伤害值都能随便改了吗？全场势力数，场上如果存在四个势力，直接打个火杀，打个火攻就四点伤害呀。你可以说这个技能打单挑，打二的时候可能没有用，但是在军八，那场上存在三个势力，四个势力很普遍啊。周瑜的火伤很容易就可以叠到四点。那有朋友说，你光改数值没有用啊，你周瑜又不是诸葛亮，没法用火技，你打不了火攻的。说实话，你看完这个一技能，你不用脑子想，这个魔周瑜的二技能他就肯定能给你搞出来火焰伤害。咱们看阴谋转换技，当你对其他角色使用牌后，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目标羊，你摸牌至与其相同，至多摸五张，然后视为对其使用一张火攻。你周瑜出牌指定玩一个角色，直接就能对他打火攻啊，而且是先摸牌，摸到与对方手牌数相同再打。也就是说你打火攻的时候，你一般不会很缺牌，你就指定手牌数多的地方角色，人手上七八张，那你也有可能摸到七八张。这不是说着玩的，场上第一轮只要没有人用无懈干扰周瑜的火攻，然后势力数稍微有个三吧，也不说四了，那这就直接可以打出来一个大夜炎的效果呀，三滴血直接就没了。要有个什么铁锁什么之类的啊，司马徽庞统来点配合，少翻天了呀。但有朋友说，那凭啥我没无懈呀？你火攻是火攻，我就手里边就捏一个无懈就拍你，那你不傻眼了？确实是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周瑜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方差将，运气好确实有可能一下子秒三四个人，秒全场。脸黑的话，场上有人就捏无懈，那一个无懈真就可能给你拍成白板啊！你这是转换技啊，你下个回合就阴了，湿气开始重了，你打不出来火攻了，那你这还跟谁俩呢？接着看阴，令全场手牌数最多的一名角色对其使用手中所有的杀和伤害技能牌，没有需弃牌至与你相同。也就是周瑜啊，对其他角色使用牌后啊，你就可以让场上手牌数最多的角色对你阴谋指定的角色出杀出伤害技能牌，手上有杀有伤害技能就必须出，没有的话那就是一个正骨，强行让这个手牌数最多的角色气到与你手牌数相同。这个阴效果看似很强啊，出张牌直接就可以精神控制手牌数最多的角色呀，要是能控制一波神操刀这种回合外捏一大把牌的人，刷刷刷把神操刀手里的杀全用了打他的队友，那这就很厉害，顶级反剑，顶级剑道杀人。但其实啊，实战中很多时候那场上就没有什么手牌数特别多的角色，一般回合外都是三四张牌，里边可能会有一张杀，最多两张杀吧。手牌数最多的角色也不一定是敌人，可能是你队友，也可能是你自己，不过这都无关紧要，反正场上要是没有神操操借操操这种回合外捏一大堆手牌的人，那这个阴效果就没啥卵用，你不信你去试试。很多时候都是你阴谋完发现场上手牌数最多的是你自己，然后自己手里边没杀，直接技能念句台词就过拉，你魔咒鱼又没啥过牌能力，那你想通过这个技能实现多刀也不太行啊。这个阴效果设计出来可能就是为了克制曹操啊，阳效果其实也挺克制曹操的。总之啊，魔咒鱼在新杀其实是一个蛮鸡肋的武将，军八如果有个什么诸葛尚司马徽配合一下很强，其实很多时候你一张无懈还真就能把这个周瑜给拍死。阴效果没卵用，阳效果也不是随时都能用，阴阳之间的转换也不顺滑，挺坑的一个将，感觉不如他兄弟现实地主孙膑带的魔周瑜啊。
真正的谋州鱼并不是这个本体谋州鱼，而是孙笨带的二 B 谋州鱼。有朋友听傻了，哎，你不用傻，新沙又整了一个现实地主的活啊，新的孙策，他的技能就叫二 B， 直接就可以召唤州鱼啊。那在了解这个莫名其妙的孙策之前，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点虚拟转发，点了之后要不想真正转发出去再取消就可以了，要嫌麻烦点个小赞也可以呢。这个烂孙策不值得单独拿一期去讲，这孙策的技能就纯闹着玩的，又黑孙笨是吧，快2024年了还这样黑人，孙早好不容易当一个现实地主，你不给他正儿八经设计一个自己的技能，给他弄个什么玩意儿选择一名周瑜助战，那你为啥不直接整一个现实地主周瑜呢，还双臂二臂吧，还召唤界周瑜、神周瑜、谋周瑜，你下次不如直接整一个现实地主刘禅，召唤五诸葛亮、谋诸葛、神诸葛，比你这孙笨要合理的多啊。这技能也没啥说的，很简单，召唤界周瑜就是摸 X 张牌加 X 点手牌上线，神周瑜是弃 X 随机打 X 点火伤，谋周瑜是视为使用 X 张火杀或火攻， X 为存活人数。你别看这个谋周瑜的技能就这一句话，我就跟你说就这一句话，那就比你这个谋周瑜的本体要强了，视为使用 X 张火杀呀，那放斗地主上来存活三个人，直接无脑就多三刀啊，再加上你本身出杀上来，这个烂孙策就能出五刀啊，五刀也差不多就能秒一个人了，秒不了也残了。相对来说呢，这个神周瑜就没啥用了，因为你出牌阶段限一次嘛，你只能选一个周瑜助战，那你弃牌打伤害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如直接无损出杀的。相反界周瑜啊，稳当多摸二加上线，其实在打单挑消耗战的时候很舒服啊。 OK， 这是谋周瑜和他的二 B 队友孙笨。旗帜吞强虏，朝平百万寇贼，火连战将机，严应三千弱水。